当我们开启科技之旅，总会期待那些激动人心的成功瞬间，但在瞬间背后延展的时间线里，我们看到的是科技人追光路上的坚守与期待，在不为人知的漫长等待里，是科技之光照耀着每个梦想。日月回转，昼夜更替，十二时辰轮转之间，成都这座创新之城又上演着怎样的故事？在追光之路上的科技工作者们，以第一视角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沉睡与苏醒。时辰，一年四季更迭，探索未知领域的那束微光，始终照亮着前行的脚步。追光之路，步履不停。科技工作者正奋力勇攀科技高峰，续写新时代的征程荣光。